那个最高松树那个什么？那尼克松。尼克松。哎。爬山。新疆那边好玩是吗？新疆那边是不是也是高原？新疆没有，新疆不是高原。不是高原。哎，新疆不是高原。那是没有什么反应。除非你去那个，它有一个那个什么边界哈，跟巴基斯坦的边界，那个才要经过那个帕米尔高原，那个才要经过，那个才会有那个三四千公尺的那个山路这样走，啊，不然的话，它大概是，因为它两个盆地嘛，都是沙漠，都是比。大概就是一般的水平线的海拔，就是一般的海拔。那你们是坐机坐到新疆那边的吗？对啊，也是从香港坐吗？也是一样啊，哎，妈妈的一面。